家朝頭早6:30喺咧個恆春嘅機場啦，咁因為等陣就會飛去古巴，咁就要買呢一個簽證啊。咁原來佢即係機場面有個工作人員咁樣啦，咁就問，咁就已經佢即係揾佢就揸住本簿仔，即刻同你寫你個簽證啦，$20一張啦，即係即寫就即有啦，唔使申請嘅，完全亦都冇任何批核啊。$80-90啦，其他啲可以高到$300+$400一支都有嘅，即係係啦，風險遊人啦，古巴雪茄就係咁。古巴写成的作品，他很喜欢古巴，所以在哈瓦那的市郊起了间屋住了10多年。这个是他的书房，当年他和卡斯特罗亦都相谈甚欢。如今在古巴关于海明威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了旅游景点。一个自由市场，建筑的设计就好像一个大仓库，入面有无数间小的铺头，货品的种类亦都非常之多。
叫做革命英雄的一隻碟啦。喺呢一度賣五個曲啦，咁就係好可惜啦，我哋雖然係古巴呢個共產國家，但係呢位英雄共產英雄都成為咗呢個資本市場嘅一個其中一件商品。唔知佢會有咩諗法咧？就旅遊的角度來看，古巴真的很吸引，但是經常都有一個缺陷令人很心痕，這個缺陷就是很難上到網。不過今天來這裡呢，公園裡就可惜沒得跳廣場舞和大媽曬，但這裡有很多年輕人呢，好像我這樣拿著部電話呢在這裡上網。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古巴呢其實是封鎖網絡得很厲害的，周圍的曬電話其實都沒有電話卡可以周圍上網，除非你買一張可能排隊或者是在公園找些人買賣的一張三曲或者兩曲的一張上網卡，即是你大概要十幾到二十元你才可以上網一個鐘。那這一個鐘你不是周圍都上到，你還要去特定的地點，即是什麼呢？譬如說這些公園啊，一些街的某一個角落，你會突然之間看到，喂，為什麼這麼多人拿著曬部手機，就是因為那個不知為什麼會有個 router 在那裡就上到網，然後很多年輕人呢就在夜晚啦、朝早啦，或者任何你覺得奇奇怪的時間都很多人在那裡聚集呢，就是因為那裡是有 Wi-Fi 熱點的，原來 Wi-Fi 或者上網的網絡是這麼珍貴的，在這裡是徹底感受到啊。是啊，這個真的很重要，要說的就是都不是上到，我去了起碼我想三四個點呢，是我拿著張卡啦，它是要輸入你的登入名稱和個密碼，是成九到十個數字的一個號碼來的，輸入了很多次啦，不停地等啦，其實都不一定是登入到的。我去了三四個啦，剛剛說過我去到今這一個可能是第四個啦，我才真正是一輸入去跟著就上到網，咁輸入都仲要可能等成一分鐘先搞掂曬所有程序，然之後上網，所以係好矜貴。呢一個咁可愛嘅小朋友係邊個呢？其實佢就係民宿女主人嘅女啊。喺哈瓦那嘅民宿咧，其實都幾靚噶。現今世界上面有幾個國家行緊社會主義，而古巴咧就係其中一個啦。但其實佢哋近年亦都喺度改革緊過，例如話好似我而家身處嘅呢一個，雖然係一個廚房啦，但係一個民宿嘅廚房啦。古巴近年其中一個大嘅變化咧，就係佢哋開放咗幾千個牌照啦，俾一個民間去經營民宿。令到咧市民都可以自己可能做少少生意咁樣，令到佢哋有收入啦，令到經濟可能有改善啦。另外亦都方便咗遊客嚟旅遊，增加咗佢哋嘅外匯嘅。咁所以古巴其實都喺度改變緊嘅。喺古巴食完飯冇得狂碌手機，夜晚仲可以做啲乜咧？呢個係個海堤啦。咁問過呢度當地啲人咧，佢哋就話其實可能呢度啲年輕人因為娛樂算係特別多，所以星期六日。夜晚咧，佢哋會做啲咩咧？可能就係成班 friend 咁樣，跟住揸住支買支 rum 嘅朗姆酒，咁然之後就嚟海邊，咁坐喺度吹下風，傾成晚，咁已經好開心噶啦。古巴值得探索嘅人事物實在太多，有機會好想再去一次，有機會再同你分享更加多啦。拜拜。